大家好，我叫齐燕宇，来自吉林华电，我的爱情宣言是大哥小伙站上台，姑娘请你唱不唱。我今天就打算站在这儿主持了，那我过去吧。哎呀，别的这站在这儿真像一堵墙似的，你发现后面的光好像都被挡了，能不能有这种感觉？你多高？1.93米。啊，我1.75米。嗯，差不多身高是不是？感觉差不多啊。你这腿长度有多少啊？114厘米。腿就1.14米啊？对。我觉得姑娘们对于身高高的小伙子还都是非常喜欢的。先看一下谁，六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。像十六个姑娘对我们这位身高1.93米啊，看看这位小伙子对他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，请选择。谢谢。十六个姑娘是非常支持你啊！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灭一盏灯，可以揭晓了。对不起，不能面。对不起，你面。对不起。你比我大，再说了，我接受不了带孩子的。你就像我们这二婚带孩子，以前我说了，就是比较珍惜感情，比较注重家庭，再说知道过日子靠谱。现在年轻小闺女一个个年轻的，一天嘚了吧嗖，知道美知道浪的，每个假180块钱的，我这是花2块钱买一瓶指甲油，我自己抹的，我回家我擦就照样烧炕做饭，那个不耽误干活，能抹一年。他们小闺女年轻的败家，每回家10来块钱。够给我家孩子买套衣服，外加还能买个书包，你说他们多不知道过日子，像我这多会过日子。好，我都不想说啥呀，就2块钱买瓶指甲油还说，那我这还2块钱都没买呢，我这涂都没涂，我老省了，还哎小姑娘白瞎，就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天，就是你看那脑袋，那个他那卷，你看那颜色，你看那手，不知道花多钱的，成败家了都。昨天思琪想了一个词儿形容他的头发，思琪那叫啥来着？哎，你这头发啊，长像白板似的，就梳不开呀、啊。老王，你听出这是啥词儿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鞍山方言，怎么的？你再说一遍。赶展了，吉林省境内叫赶展了。来看一下这小伙的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，一起来看。大家好，我叫齐言宇，今年26岁，身高1.93米。我家人个都挺高，我妈1.68米，我那三个舅舅都是1.8米以上，我这个个高是随根的。我这个高就是好，我家安个灯泡，别人都用梯子，我就用我这两个大长腿。我这个腿长就1.14米。我现在是一名油田工人，你像大庆油田了，鸡东油田了，金坛储蓄库，我哪都走。我一个月大概能挣5000多块钱，我是单位的正式员工，有5险一金，一年还有120天的带薪休假。我们单位待遇特别好，每年有旅游一次，身体进行全面检查一次，年底还有年终奖。我呢是在油田工作，我们油田管吃管喝，平常花销很少，但是呢就是说油田工人也有油田工人的苦恼。以前别人都特别羡慕我有正式工作，跟我掰着掰的，不是在家种地，就是没有固定工作。但是现在一直让我引以为傲的工作，却成为了我爱情的绊脚石。我一年中有7个月，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外地工作，不在家，能有哪个姑娘愿意跟咱呢？我一个人在外面漂泊那么久了，我现在想稳定下来，想在全身的练找个媳妇儿。我家已经把房子的首付款准备好了，你愿意和我组成一个小家吗？14号，思琪。哎呀妈呀，我说这小伙上台，我瞅大个老吸引了，我寻思下去能不能跟他溜达一圈。来呗。对，那个思琪，你先说你的目的，你是想跟大个的溜达，还是你相中了，还是你怎么？你就先说你是什么心情。那都下雨了，肯定是相中了呗。老稀罕那大个了。你多高个啊，思琪？
我1米6，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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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6，
想法的，有请思琪，有请。来吧。哎呀，还拧上了，你说说。来来来来来，还拧，还拧，还拧。这意思，哎呀，这下来这俩人就，就是不是我是有点小私心的，我这么搂一下，他就到我嘎进窝这儿，那不正好吗？完了我这抱你腰，正好啊。这个身高还是差一点，溜达溜达呗，走呗，来来了。他的手掌有一点粗，这就学会了走。我必须得问问音效老师，你放这是什么音乐？我也想说，这啊，我也想说，你这不是那什么吗？什么音乐？爸爸去哪儿了？这音乐放的一点没走好啊，本来心情挺澎湃的。然后呢，走走味儿都差了，这整哪去了都啊！哎呦妈呀，这好不容易下回台，这是怎么爸爸去哪儿了？来，百分比，你说，我觉得我跟他站一起，身高更合适，大家看看行不行？掌声有请百分比出来，来有请有请。真理啊，你还没穿高跟鞋呢，净高多少？1.78米吧。这个真高，他1.78米，真高。他1.78米，我还1.87米呢。哎，那小伙儿，为什么百分比上来你就不用这个办法来测量身高了呢？这么搂就是搂到脖子了，这么搂直接是搂到头。对，所以他俩太不适合了，搂都搂到一起。你看人思琪心态多好，咋的都是我这适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意思呀？对呀、啊，你看搂啊，咔一搂啊，我搂他腰，他搂我脖子，正好，这干嘛去了都？这样，你们仨人溜达一圈吧。发现其实他俩今天穿的衣服还挺搭的，特别他上面这个花色跟他下面那个裤子还都是白色系的，他俩这个还真是挺搭的。哎呀哎呀，你再搭也不好使啊，老不好使去。我觉得啊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心态。甭管说你的就是你自己觉得哪这个是优点还是缺点，你看我们在思琪身上就能感受得到，1.78米的姑娘下来，你都不觉得怎么样，是吧？对，刘云姐下来照样一样。哎呀，你还挑战呢。好，来，掌声送给两位姑娘，谢谢谢谢谢谢粉笔，谢谢思琪，谢谢。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。我这个人呢比较随和，但是在彩礼方面，我只能给到10001或者是13140。其中的寓意是万里挑一和一生一世，彩礼只是个彩头，给多了好像是在卖姑娘一样。再说了，我们的感情怎么用金钱来衡量呢？我们在油田干活的都是老爷们儿，身边来了一个美女都愿意多瞅两眼，我们可不是白瞅的，我们都愿意给你们评分，基础分5分，细高挑的加1分，俺粗放的减1分，大眼睛双眼皮的加2分，小眼睛眯眯眼的减2分，胸大屁股大从侧面看有 S 型的加5分，前后飞机场的减10分。如果你能拿到7分，就做我女朋友吧。
电话刘娇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。大家好，我叫刘娇，来自答案使昂网站。我的爱情信念是我的老公不一定要帅，别人的老公可以使劲帅。我今年27岁了。啊，那你平时是看自己老公还看别人老公啊？我看别人老公高兴一些，我觉得自己老公长得不帅安全一些。哦，我不能接受不给彩礼的，这是一种风俗的东西。我没说不给彩礼啊，彩礼都是万里挑一啊。你那个一万零一啊，感觉是我们的给改口钱，我管叫妈给的改口钱。那你都给我10001了，你妈再给我10001，你们家你这放的也不是那回事啊，你这不20002了吗？这个彩礼就是说我喜欢那种就是说白手起家的，你要是说要彩礼要太特别多的话，其实我也拿不起，因为我是个单亲家庭，我妈妈领了我6岁的时候领了我，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找，包括我妈今年50多岁的还是在给别人打工，她是退休了，就是因为我没有父亲嘛，家里情况就是这样，买个房又需要很多钱，家里只有我妈，我是这几年才找到工作的，也是这几年才上班的，挣的钱不是特别多，所以说我就是对彩礼这方面，如果说你要我20万要30万能给你拉一屁眼机会。我感觉啊，你可以就是先给我，但是以后我就是说结完婚这过程走完了我把这钱再给你。那为啥呢？因为就是毕竟我们那儿就是讲的这种就是风俗会打听，知道吗？说问就是特别就是思想比较封建一些，就打听说你家孩子结婚婆婆家给多少钱呢。我妈告诉别人我闺女挺大的，闺女挺漂亮的，给了10001。我怎么寻思10001的话，如果说我们那改口钱婆婆就直接给10001了，就我实在是真的说实话说到底是为了面是不是？你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没事没事没事。实际上我觉得刘娇说的挺实在的，道理都摆在刘娇面前，说给彩礼可以，汗珠子摔八瓣挣出来的钱给你们做彩礼，你认不认？其实刘娇可能心里也不得劲儿，但一想到自己爸爸妈妈在村里，别人说哎呀你看这姑娘嫁出去没有彩礼，又这脸又搁不住。现在有多少要彩礼给彩礼就是为了面儿的，而为了这个面儿又拆好又拆散了多少的本好的姻缘呢？是不是？究竟这个婚是为面儿而结还是为自己结，是为别人而结还是为你们自己而结，这个得自己心里有数。现在看到是场上的灯都灭了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个反转环节，爱咋咋地。这个还是放弃吧，既然都灭了那就不争取了。我觉得小伙很务实，他希望找的应该是一个跟自己很匹配甚至说门当户对的姑娘，是不是？就好比你出的彩礼一样，我彩礼我能拿得了10001来表达我的这份真诚，所以我要找的就是能接纳并且欣赏这10001的那个姑娘。